那出国旅行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考虑，在英国、爱尔兰跟欧盟之后，给台湾免签证的国家渴望会再增加哦。根据了解，外交部目前正积极的跟加拿大、澳洲这些国家在洽谈免签证，而且获得的回应都很正面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加拿大最快在年底之前就会同意给我国旅客3到6个月的观光免签证的优惠。